在台湾住了60年啊，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看总统府啊，最主要是这个国旗从这个角度照看起来，这个迎风挥舞啊，蛮壮观的。那我拍这段影片最主要是要讲说什么叫做一个国家啊，国家到底是有哪些主要的institution 哈、组成的这样子。因为我最近在研究美国的制度，所以对于国家这个概念、法律啊等等的，比较有一点点感觉。那今天陪人家来这边法院这边出庭，觉得说这个宪法啊、司法正义等等的这些公平正义，这些都是蛮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刚好吃饱饭呢，走到外面来呢，看看今天天气很好。又这里竟然有这样的景色啊，让我吓了一跳，因为很少走在这里，所以呢，这里可能是司法院啊，我猜了啊，然后可以看到总统府在那边，国旗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就拍了这一段影片这样子。好，今天是中华民国108年，西元2019年10月25日星期五，我是汤伟进，谢谢。